佛佛，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太不可思议了。我们今日呢，看到我们的量子佛法人体图书馆大藏经，我们从量子，量子来印证现代的佛这个字，叫做觉知，量子觉知的方法，让我们了解人体图书馆大藏经。所以这个佛字它的不可思议，就是从佛白净佛门课诵本，我们请翻到我们课诵本当中的第64页，第64页，我们今日也想透过呢，64页里面提起的，跟我们现在所有的食物有相关的啊。我们了解到法界长生，南无法界长生阿弥陀佛，这个呢是不是在我们的因为88佛当中有前面的53佛之前啊，是谁？从释迦牟尼佛嘛，对不对？从35佛完之后就法界长生了，所以它是整个呢，我们热情精进进入到法身最重要的法界啊，大家可以看到都在人生里面啊，所以你翻到65页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非常清楚啊，如是等一切世界哦，就是说这个世界。还有诸佛的世啊，这个世尊常住在世，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是娑婆世界，也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教主啊，他是住在这个世界的哦，所以他是我们的教主。所以你只要叫清教师，叫我们的导师，叫世尊，叫我们的心灵导师，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就都是在指我们的世尊啊，所以他是趋坦，他是乔达摩，就是他的姓氏啊，悉达多太子。好，所以当他持念我的时候呢，若我此生，若我前生，从无始生死以来所作重罪，所以要记得我们所有的罪过，我们不管是自己做还是叫他人做啊，或者是呢你赞叹别人做的这些杀盗淫妄酒的啊，或者是从这个塔，或者是身，或者是四方生物啊，或者就是说我们来到这个佛事的时候啊，我们呢不管是四方的生物啊，还是说我们这个塔里面当中，我们经过的时候有基本上的一些的威仪，这些都要理解的。所以你不了解的时候，你自己呢在绕塔的时候，比如说你拿了这个污秽的马桶从这个塔过去也不对的，或者是吐痰啊，所以这些都是过去呢，因为它的珍贵，再加上佛事里面当中，我们在记得是刚出家的时候，为了这个戒的需要，我们也看到同样的，他们就是去这个掉下来的这个花啊，那他们就掉下来了，所以他们就拿着去供佛。就是在房间自己的小房间这边，这样子呢也是犯了罪过啊，因为这个都是常住物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理解之后呢，从这些小小的罪过，我们自己明白就不会叫别人也做啊，所以呢，从这个过程当中，都是我们人类要了解的，它在起心动念中。起心动念中，或者呢我们所谓的杀盗淫妄，甚至所谓的身口意这些假设呢，我们不知道哦，不知道说这些可怕的轮回，有时候我们的一句话的赞叹，你赞叹他去杀，不管是杀蚂蚁或者是杀细小的动物，其实我们在赞叹的当中，其实我们跟他一样犯了这个共业的罪所以呢你犯的这罪呢，复偿或者是没有复偿应该堕地狱，或者是畜生恶鬼或者是呢我们遇到所有的种种的罪业，这是你只要懂得有这个戒的这个开遮持犯的方法，你不只可以用心的来做忏悔，最重要的，因为一切是不昧因果的就是我们了解到呢，因为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事情你是无法逃过的那这些都是在我们的深层的，从短期记忆的海马回都有印痕。那法界长生就是说，整个宇宙当中你散发的任何的念头，一定都是在我们的虚空里面。那虚空在哪里呢？在我们一呼一吸。所以你今日吃错食物呢，比如说我们来破解一下
因为我们有所谓的这个精气神啊，这个魄啊，这个我们有所谓的这个魂性跟魄情啊，就是三魂七魄。那佛在这个佛说的这个曼法经里面啊，我们了解到呢，我们高傲的话，我们高傲，我们的心量高傲的时候呢，您反倒很容易产生第一个就是权力啊，这个权力；第二个就是这个财力啊；第三个就是这个舍利啊，这个舍利。所以相对的就是你的高慈悲，假设懂得高密度的胆固醇及无欲的无始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吃这个非常简单的这个薏米啊，这个玉米当中含有饱和啊，这个脂肪不饱和的脂肪酸，或者是亚麻酸的大概不管是5-6%都可以帮助我们的血管啊，那在胆固醇所沉淀的，那还有它可以软化这个动脉的血管。所以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过去我们假设呢，因为错误的观念或者是不理解的话呢，我们今日有佛让我们靠，你只要懂得念佛，我们以上这些的起心动念，再加上我们的饮食，假设我们懂得好的油，再加上好的蔬菜的时候，我们一切都交托。比如说要吃饭之前，我们要供养佛、供养法、供养身、供养十方法界众生，就这么单纯，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蔬菜呢全部转换成我们需要的。以前我们对蛋白质的迷失，总是觉得蔬菜里面的蛋白质呢一定都是不高的，其实刚好呢现在透过所有西方的科学印证了，非常非常的足够的反倒我们吃的这些动物的蛋白质呢，它里面有存在的所谓的仇恨，甚至就是说它是用友情的角度，所以它会恨啊，它会恐惧，它会不安。所有人类吃的这些不管鱼啊，我们觉得说我们可以吃到鱼的 Omega-3， 结果呢我们吃到的是鱼的它的恐慌，它的害怕，它的不安。相对的肉海鲜呢，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些鸡鸭鱼肉、猪肉、牛肉啊，甚至呢这些鳄鱼肉，还是这些猴子的肉，甚至呢我们也知道这些东南亚这边有人肉啊，都非常非常的什么，里面都是充满的就是恐惧害怕。那因为法界长生里面它无边无际的全部都在我们的自身，所以我们也从这个科学来证明了，只要我们从这个向光，就是说任何的食物就像我们人一样啊，你看动物它都是背着这个光的，所以我们的食物它刚好颠倒。你要吃它之前呢，你只要懂得什么，懂得跟它说感恩，供养佛、供养法、供养身。当然你呢可以来学习呢，从这个永明佛事当中我们有用所谓的这个十重五观啊，那你学习的读或者是供养这些清净法身佛的话呢，其实它能够将食物的属性快速转换啊。所以我们了解到呢，蛋白质呢只要我们懂得这个好的这个蔬菜，再加上我们适度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呢从台东啊，从我们的这佛寺走到这个下面的时候，我们现在发现到呢你更快的速度，因为它下坡跟上坡呢都需要刚好用到最大的扭力，就像我们的基因当中因为它要从这个扭力当中，就像基因的无限大当中，那因为我们快速走下去，所以你的膝盖还有你的股骨头它会有特别的，因为为了要产生最大的这个扭力你就会释放呢最深层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毒素乳酸自由基，那我们最深层的这个胶原蛋白就展现出来了所以这些呢再配合蔬菜再来就是呢我们的豆类的这个豆腐这个豆制品的这个豆类就是我们可以去做天贝的啦，或者就是透过这个豆子毛豆啦、黑豆当然黄豆是我们平常就用得到，这些就可以熬合很多，而且非常快所以它们都是一份无情物，所以你感恩它们细胞壁就快速
转换成你的身体。再加上我们现在呢，因为透过这个永明佛师的这个太平洋的这个芬多精啊来调和，所以你吃的这个食物呢越偏向大自然，不断的累积慢慢的就会感受到，其实我们的食物呢一定要适时适度的，要透过我们身体的熬合啊。所以我们也了解到呢，这个蛋白质原来呢它从我们自身里面呢您看起来它的那个结构非常复杂的啊，因为动物的复杂，那植物性的话呢它是透过我们人的感恩，那在转换的时候呢的确你可以下指令啊，下指令，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缺乏的白藜醇也好，这个我们自身都可以下指令啊，从这个简单的花生啊这些坚果当中呢，我们需要的这一些你吃的海鲜的鱼脂或者是肉类的蛋白质，刚好我们就下指令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是透过阿弥陀经当中告知我们法界长生，任何时间我们都学会十念佛啊，十念佛当中怎么念呢？比如说我们供养佛，供养佛，供养生，供养十方法界众生完之后，你就可以呢愿断一切恶远修一切善，适度一切众生。那我们就静下来用十念啊，就是南无，就是回到自身啊，就是亘古不变恒守不变的定律，咪是无边无际哦，陀就是回到自身，那佛当然就是觉知，所以你会觉醒了啊，觉知在当下。那我们学会呢就是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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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自然而然就可以将我们自身的法界哦，法界所有的种种一切的记忆体会在我们的身体，你透过这十念，你所吃的食物其实它就是做一个快速的熬合了，那蛋白质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得到的。所以我们也透过呢现在全世界呢透过这个新世代的施法啊，食物从2000年过后呢，那美国农业部呢这个已经允许了，因为的营养呢是真正的哦，现在他们美国正以这个大豆蛋白质完全可以取代蛋白质了，动物的蛋白质。那我们的血红素里面呢，你和这个所谓的这个叶绿素的分子啊，它的结构呢它可以重新熬合成呢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CHON 的这个最大的是因为它的什么，它的那个镁和铁，还有我们的碳啊，我们的镁跟铁当中啊，因为还要熬合的叶绿体，因为我们有透过呢现在快速的在从这个成佛之道永明佛师这边有太平洋啊，所以我们在学习的当中，我们会将这个血红素啊，血红素跟我们这个镁，因为它这个肠子需要的啊，所以它跟铁的定位呢非常的相同，很容易做一个什么交换互换。所以我们在吃以上呢所有的大自然的食物的话啊，还有我们刚所说的这个豆制品当中，其实在走路啊，我们说的现在是目前这边了，因为它需要扭力啊，所以往往可以将我们在法界，就是我们自身里面当中的这些非常特别的微量元素，因为我们懂得感恩啊，那这些植物它会释放，再加上我们会懂得适时适度，这个时代应该要将我们的肠子啊，这个偏向在腹尾的这个，都一定要透过最好的方式，就是走路。啊，那现在这走路呢，现在因为大自然当中很大的改变，只要您现在到永明佛寺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做一个真正的芬多精的一个太平洋的这个成佛之道的这个方法，那希望这一些将我们法界长生从更深层的基因啊，从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染色体里面，那我们可以将最好的，也因为我们的意念下达指令，自然就可以达到我们身体里面所需要的。好，我们今日呢也透过在将这个所谓的佛说曼法经当中啊，他希望我们透过这些饮食，那法界长生他也很棒，是让我们懂得忏悔。那我们今日呢将今日看到的文字或者是看到的所有的一切，我们来做一个最重要的回到我们人类的什么生活体，
那我们松果体呢，在修行的当中，因为它可以打开我们百会，中间有一个叫泥丸宫，这个很好的一个按摩，我们同声开口，为这个最好的意念意图，我们透过扣钟来转换，啊，来转换。这个世代呢，跟过去所有的天体都不一样了，所以着重在我们自身的意念，即知即醒，啊，即心即否，即知即理，啊，所以你就会懂得呢，原来每个当下又就是一定要靠我们自身，啊，靠我们自身，我们同声开口，为松果体启动无量光、无量寿、法界长生，在人类自身里面，就如同宇宙浩瀚的大自然的什么大藏经的图书馆，从我们自身，从观念下手，启动扣钟，背后的万姓万灵即十方法界众生。开悟成就正片无上正等正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遇到善知识会善知识即善知识与一处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将长吉光的国度降临在人间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并转换自身的神经血液细胞染色体 DNA RNA 基因原子原子核质子、电子、中子、微中子、微子、量子、光子、超光子，乃至于星星之光的所有结构，转换成无量光、无量寿，感恩再感恩，无限的感恩。弟子摄众愿持念，愿粉身碎骨在所不惜，化身遍满虚空，承担于一切，只愿成就大众。阿弥陀佛。我们也透过这个十念佛。将法界重生呢跟我们的食物来做一个最好的熬合我们起诵训练不断的重复操练圆满在我们自身让圆妥妥的细胞放光起诵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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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也看到呢今日所有的一切都是要最好我们将整个扣钟能够更加圆满的时候呢会了解到我们现在终于知道这个高昂这个低密度的胆固醇呢会障碍我们在法界长生也就是说我们回不了西方回不了我们的家就是我们的权力还有我们的财力跟舍力只要你愿意学习这个高密度胆固醇也就是要无欲无求、啊、就是没有这种欲望的这一种、精致的食物、啊、只要我们今日懂得现在大自然的当中每一个蔬菜都胜过于你呢吃的这个牛肉、啊、鸡肉鸡蛋、啊、牛奶都比它胜过好几倍而且你要懂得呢、下指令、懂得法界长生就是用什么用念佛的方式直接进入您就可以将我们里面最深层的这个蛋白质就启动了蛋白顾名思义就是非常圣洁纯净啊，圣洁纯净啊，所以我们的观念一定完全要做到如同法界长生的阿弥陀佛啊，自然呢你就启动我们自身的大欲望啊，大欲望因为它都是一个什么纯净圣洁柔软谦德相信啊，这些能量都没有离开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了我们同声开口啊，将这个最圆满也是最清净最重要就是将这些食物透过跟法界长生当中我们来做一个图书馆的熬合因为这个食物只是要来滋养我们这个色身也就是我们说的臭皮壤对它为什么会臭因为它每一分每一秒呢只要你不动啊，它就开始产生这个所谓的这个没有滚动的石头我们就会长胎长细菌、啊、所以它就会发臭、啊、所以我们的身体很特别你只要透过法界重生念佛或者是像我们永明佛寺从这个三八桑走上来又走下去、啊、相对的这个在转换的当中呢会形成一个最大的扭力那这个扭力是我们现在所有最近2022年当中所有的淤血以及现在所有的心灵单位现在重新架构的全部都没有离开我们的什么双脚、啊、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意念因为脚跟头是合一的
我们同声开口，为这个能量呢再次的从饮食来做最好的调整，叩钟，要为世界和平叩钟，为两岸当中都是在人的身中来做一个最圆满的。也希望我们今日呢，将所有的清净之体透过世界和平，透过两岸和谐，透过我们自身的这个任督二脉正负的和谐，最重要的是从我们的染色体，我们的 DNA 跟 RNA， 我们成为一个平衡的，能够让佛光再次的重新来做架构。我们同声开口，为此圆满能够回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成为一个最圆满的道场。口中背后的万姓万灵，即使方法界众生开悟成就正片无上正等正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遇到善知识、会善知识、集善知识于一处，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将从极光的国度降临在人间，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并转换自身的神经、血液、细胞、染色体、DNA、RNA、金原子、原子核、质子、电子、中子、微中子、微子、量子、光子、超光子，乃至于星星之光等所有结构，转换成无量光、无量寿。感恩再感恩，无限的感恩。弟子是众愿持念，愿本身碎骨在所不行，法身遍满虚空，承担于一切，只愿成就大众。阿弥陀佛。我们也透过我们从早上至今所有清净功德，感恩佛恩，我们愿意将所有的功德回向给法界众生，所有的未来佛、白净家人，在我们线上以及所有的常随众，皆能够临终蒙佛接引，回到西方极乐佛果。这是我们人间来到人间最重要的哦。我们同声开口，随着光体呢回到净土，也希望透过呢全台湾在整个地壳变通的这些地震菩萨们，也只有让我们产生一个平等的心，让我们真正回到自身，回到一个完全大爱，就像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法界长生开展在每一个人的态度跟行为当中，去脾气改毛病，气送圆满放光。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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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感恩，我们也希望今日的法界重生，也就是呢开展在人体大藏经里面了，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的去感受佛光的不可思议。单纯的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居然我们可以落实在日常生活，认真付出，认真做，再才能够真正达到学佛的精神。也希望今日能够将所有的清净再次的能够共享所有的家人。接下来我们将主播转给广清法师。阿弥陀佛。